有了环绕飞行，唯美大片轻松拍。在开阔环境中，把镜头调整至-22.5度，将 Dolby 起飞悬停至环绕圆心位置，点击进入环绕飞行，环绕半径区域3到10米，拖动 Dolby 图标到蓝色区域内，调整环绕半径和飞行高度。这时 Dolby 飞离圆心，人物移步至圆心位置，长按环绕键，环绕飞行即可生成。赶快试试吧，环绕视频轻松拍。